黄义子吗？黄义子吗？刚刚我塞了好多好笑的梗啊，黄义子就会喊咔咔掉，那镜头往下就没了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黄义子，唉，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啊，黄义子就这样往下，然后呢就给我摆个臭脸这样，就没了。哦，黄义子，哦，哦，啊，哦，哦。你便秘啊？满腔的热情都被你弄到冷掉了，黄一竹啊，整个都冷冷的，就像那个榨油一样，榨出来没了，没了，榨干了，没了，热情。哦，黄，做，啊，哦。好冰好久，冰好久。停太久了，黄一竹。好，刚刚我是在讲啦，就是我们在榨油的时候，是，我想想必大家应该都是第一次看到，所有的人看在这边，妹妹，啊，妹妹你第一次看这个榨油吗？妹妹，第一次吗？啊，妹妹，第一次看到吗？怎么不回答？第一次看到啊，开不开心？很冷，开不开心？第一次看到油出来，开不开心？什么不好意思？我好开心哦！呀，好开心哦！